他现在还他还活着吗？好像刚刚断掉。在七楼对不对？他应该是一小时内。送去高桥，好、哦，可以分分分，对，可以可以。那原则上，我们这边后续如果说你这边有就是参与旁边的费用，我们这边就可以。好、哦，因为你们是现在就是在跟我们介绍苏老师，对，好。好，主播，目前现在天王星的拆除工作已经先暂停了，原因是因为今天下午一点半到两点钟的时候，工程人员发现不对劲了。不对劲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七楼的铁窗旁边竟然发现一只猫了。当下为了要确定它的死活，他们看了非常久，确定它还活着。所以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这只猫到底怎么救出来的？你可以看到这只猫，其实当我们发现到它到现在这个已经，它大概站了在窗边，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多的时间。它基本上就偶尔这个头稍微摇摆一下，其他并没有往回跳的一个迹象，所以现在呢，包括县府人员，包括了消防队员，他们研拟之后决定要救猫，要怎么救呢？我们来听一下处长的最新说法。在拆八楼的时候，刚才呢，我们发现了这个猫卡在这个七楼的这个窗户的这个窗户上面哈、哦，那所以说现在我们整个施工的进度停下来，那希望说看能不能把这只猫给救下来，所以我们大概有联络了这个消防局的部分哈、哦，现在正在这个派云梯车过来，看看待会在
这个救这个猫的过程当中哈，能不能顺利啦？那因为在这个救援的地点哈，我们大概选在轩辕路这一侧，所以刚才这个施工机具也在把这个场地做一个清理，那以利这个待会云梯车过来的时候有足够的空间，那安全性也必须要顾虑到哈，所以说大概刚才是在做这个作业。好，根据刚刚处长的说法，它其实非常简单。现在先用怪手把这些瓦砾堆全部都挖开之后，现在它的云梯车要进来，而云梯车上面会有相关的工程人员跟这个搜救队员，他们会到这个大概7楼的位置上去看这只猫。这只猫如果没有害怕的话，会先安抚它，之后如果都没问题，会先把这个铁窗的部分先锯掉。但我们都知道，猫是一个非常怕声音、非常怕声响，如果这时候它往回跑回去的话，危险性会非常高。所以现在在想办法说如何要去安抚它。那现在呢，如果把铁窗全部都锯开之后，成功营救到猫，因为我们刚刚掌握到最新信息，这个猫咪啊，其实是8楼住户所有，它其实有3只猫咪，现在只发现1只。如果里面有其他只猫，当然现在会全部都带出来，但如果再比较深入的话，搜救队员或消防队员就因为安全上鱼就不会进去了。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先接触到这只猫，看有什么样方法能够顺利的让它不要在惊慌的情况下把它救出来。好，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信息，把先镜头还给棚内主播。好，最新现场要来告诉您，花莲天王星大楼拆除作业还在进行当中，目前我们发现到有一只猫咪出现在7楼的铁窗外头，详情如何我们赶紧连线给记者张兆和。好，主播徐再来掌握花莲天王星大楼的拆迁整个过程。原本我们接受到的讯息是1点半到2点之间要停止，是因为砂石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原来关键点就在他们在7、8楼这个部分竟然发现了一只猫。你可以从那个画面可以看到这只猫到底是生是死，当时我们发现的时候想说它还好吗，但是我们看画面你可以看到它还是有不时的在这个铁窗边摇头的一个迹象。而这只猫的发现之后，大家一定会想问是谁的猫呢？从之前康熙女老师这件案子的时候，大家会想问这难道是康熙女老师的猫吗？但是我们比对照片之后发现不是，只有陆陆续续在上网找了一轮之后才发现疑似是8楼住户的猫。尤其是8楼住户当时也有发文，他说他第一时间去医院之后呢，他的3只爱猫都在里面。我们逐一比对之后，最有可能的就是这只猫。所以当时8楼住户也接到这个县府的通知，一通知到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画面，他是泣不成声，原因是因为他一直大喊说：“那是我的猫啊，谁能救救他呢？”所以现在救援过程当中呢，要把这只猫救出来是第一个要做的事情。而你也可以看到现场这个猫的部分呢，它仍然还在这个铁窗这个旁边，它基本上是没有动的，它是不时只有摇摆它的头而已。所以现在救援任务的困难度来说是非常高的。原因第一个，你可以看到现在拆除工作都还在进行当中，那你这个消防人员必须要架铁梯上去的话，危险性高。所以现在在考虑说是不是用云梯车的方式，但是你现在拆除过程当中旁边的土石非常多啊，你要先把它全部清理完之后，你的云梯车才能够进去。而且我刚提到一个关键，现在猫咪是在铁窗旁边，猫咪是非常怕受惊吓的，所以现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安抚猫咪，或许会有打麻醉针的这种可能性。如果你一碰触到这个铁窗的部分，猫可能就跑，又在窜的话，坦白讲它的危险性高，同时消防队搜救队员的危险性也会非常高。所以现在相关包括县府包括了消防单位现在在研拟一套到底应该怎么样把这只猫救出来。在这只猫还没有救出来之前，目前拆除工作会先进行停摆，等到救出来之后交给饲主之后，整个过程才会持续下去。以上是我们掌握到最新情形。